Đ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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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đi. Đ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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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đi.口罩，馋不馋？馋呢。哎，看看这是什么？给你们搞了好多的这个小鱼儿，这一大兜子，这边还有一兜子，哦，叼走了。啊，吃去吧。哎，来来，生的哈，一个人适当的吃点，一只猫适当的吃一点。口罩给你，嗯，这个小鱼呢是这个小黑今天在村里面买的哈，买的时间呢都已经不行了，价钱呢小伙伴们绝对想不到啊，2块钱一斤，哈哈，非常的划算哈。在农村呢，虽然说是咱们很少有猫粮，但是这种纯天然的猫粮还是可以的，尤其是咱们在沿海地区。这边还有一兜子，哎呦，这两大兜子呢才花了30块钱。下面呢，小黑就把这个小鱼用我们的袋子包起来，一个袋子差不多一斤的样子哈，然后呢留着给我们的猫咪做美食。刺头没有感觉，应该给刺头再来一只，来吧，嗯，刺头，嗯，撑吧，刺头反应还比较迟钝，看看，看看人家，看看人家，哎呀，这段时间咱们的小猫咪也辛苦了哈，弄苹果的时间，这家伙。他们的小奶盖同学，呜、哦，吃的不要太爽，呜、哦，哎呀哎呀，哎，口罩同学，是不是吃的特别美呀、啊？哎呀，超爽哈、啊！那小黑呢，把咱们买的这个小鱼呢分装成了10多袋哈，这样呢每次的话给它用锅蒸一袋，嗯，这样熟的鱼，然后配上我们的馒头，这就是我们的自制猫粮了哈。哎呀哎呀，看看看看看，哎呀，呵呵，那咱们的猫妈妈呢今天没有在家出去浪呢，哎呀，没有口福啊，天天就知道浪，我们的猫妈妈。看看我们的小花生同学吃的还是挺美味的，美味不？盖饭王，盖饭王中王，吃吧吃吧，嗯，只能吃这一条哈，好吧，那么咱们也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